手机天花板实至名归。本期视频带来2022猛男杯年度总决赛震撼来袭，职业选手和顶尖实力主播同场竞技。鲨鱼强势加入 LKG 战队，奔着冠军而去。雨果决赛圈上演长局1-5蓝豹赛场。画面来到雨林钢枪局 ，LKG 全阵容包围了 TCG 二人长边，旺仔一把近战神器 SLK 和 UMP45 卡点楼梯伺机而动。LKG 七四这边先手一颗震爆弹前去探路，随即协同队友进行摸排。走出来，在南边啊。在这个楼，锁定了旺仔的位置，但是 SLK 面前人人平等，当他进门的那一秒，注定被一喷料打。柯南迅速探头火力压制，一个弹夹打完，立即切换2倍M416继续封锁敌人。边上的鲨鱼似乎不知所措，当他再次探头扫射时，却被星空击倒在地。此时的鲨鱼来到外围，端着 SPAS12霰弹枪来了一波提前喷，敌人自动步枪予以还击。关键时刻，雨果姗姗来迟。两个都在这，雨果。我来了。你来了，鱼哥，你来了，走！好，烧死一个，别着急。燃烧瓶烧倒了星空，手中雷两秒之初，伴随着轰的一声，七四也被旺仔送离战场。雨果趁机爬上二楼，协同鲨鱼上下包抄，对方退无可退，终结在 SLK 的枪口下。牛逼！结束完沙米的战斗，雨果拿下3个人头，最后的决赛圈打响在克豪镇。指挥官七四迅速给出战术布局：开车炸，炸，快点！不是，在黄庙那边，跟着雨果走，雨果走前面的，雨果可能看到哪里的，走，冲，直接往前面冲，离房子远点，雨果，哦，就走房子中间，就走房子有啊，冲，冲啊！冲啊！我的宝宝，冲！雨果驾驶笨笨冲锋在前，此时此刻的鲨鱼笑出了帅气的外表，或许是因为后面坐的是柯南。哇！我操！有人！鲨鱼倒得理所当然。哦，不对，是猝不及防。柯南战神附体击倒了九四，雨果也双手扶地，瞬间战局陷入危机时刻。好在周围的威胁并不多，三人得以续写战场。没有烟，没事，我这边死不了。这个房子，正对面那个房子。请他们两个队。没事，能救援的时候好。决赛圈在经过新一轮的洗牌后，场上还有24人 ，LKG 正处于圈中心。鲨鱼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，远距离节奏单点淘汰了恩颂的小号，抢下一个人头得以开张。赛场也慢慢拉向高潮，周围的敌人虎视眈眈。雨果这边遭遇敌人强势来袭，迅速切换霰弹枪翻窗而出，跳上围墙两喷击倒了逆星。可是下一秒，鲨鱼有点忘我。鱼哥，近点来人了，鱼哥别打了，鱼哥。鲨鱼神速反应，掏出霰弹枪三喷击倒了云顶，瞬间又被小天才16反杀。来了，我操，还有，我操，妈的一队。鲨鱼的离场只剩雨果和柯南，通过 OB 视角可以看到小天才还是满编队，其余都是二人长编，在下个圈到来时就看谁先打响战斗。画面视角给到柯南，随圈而进，小天才出枪拦截，迅速一波闪喷撂倒了少城，拖延了对方的进圈节奏。哦，柯南，他倒了个小 2K， 隔着这个防区啊，钻进去了。柯南准备突破小天才，准备挑战场上最多人数的一方吗？他想乘胜追击。后方 IGL 发现了 GG 棒的，但 GG 棒的有竞争非常顽强的防打，最终被雨果淘汰。是，都在大换血，北渊。状态也是非常非常危险，直接被补了。那这个时候已经是确定了呀。小天LKG雨果反应很快，直接先拉到围墙，卡围墙，新的圈型已经出现了，对，能卡住整个圈型内部。
雨果把握战局形势，第一时间来到了围墙，准备拦截一众敌人，迅速红点开镜扫射，打残营地。可是当他拉回掩体时 ，NSR 战队饮恨西北，紧接着再次出枪放倒了少城，立即蹲下换弹补掉对方，秒针再滴答，又是一波闪身枪斩杀了云顶小天才，瞬间倒下两个，雨果也上头了，配合着火力压制，趁着烟雾弥漫强势前压，掏出霰弹枪就是给十六当头一棒，剩下最后的战神度躲进防区拉响了手中雷，独圈的逼近雨果无所畏惧，顺势补掉十六，转身又是淘汰了云顶，五连枪神霸气外露，下一秒没事，你这里卡，你这里卡，不管看你的来了，小天才跟 SSR 就要先打一架，看到雨果 Domes 先受到牵连，云顶位置也被卡住，看来要卡住这个头线，小陈倒在后方，来自于雨果三连暴走了，再看到云顶再打倒一个，侧面的战神度也在他的一个预判当中，二打二，柯南能否帮助雨果，看到这棵树后方位，雨果再打倒一个人，四连枪王，有没有五连绝世啊，雨果最后的这个时刻，战神度与他就是一线之隔，分数一个一个被他的补掉，枪神成武最后一个，虽然倒在面前，但是柯南依然有终结这场比赛的机会，双方隔岸相望，围着这个隔墙是喷子大战战神度的一个 M4， 狭路相逢，你出手我出枪，最后这个时刻围着围栏，战神度状态很不好，怎么说，火焰好像伤到柯南了，侧面打这个子弹的伤害，最后是战神度，是小天才，天哪，在雨果无以伦比的表演之下，小天才扛住了这一波呀。